什么是航模管？航模是一种机械加工工艺，通过航模头对冷轧管内孔进行反复高速摩擦加工，使内孔达到我们所需的公差尺寸及表面粗糙度。根据客户要求，航模加工达到公差范围，如 H7、H8、H9 等，粗糙度能达到 RA0.4， 椭圆度达到3到5次范围内，长度最长能到12米。